可以隔挡，问题是他武器速度太慢了。干干干干干！来，打他三十几、四十几，太少了吧？他是暗杀效率高、啊。暗杀一次就快三千了。身上没有火、欸，弄掉，那我就学嘛。看一下好其他难度防御力不会那么高，是你打等差一定还是有关系，只是你打他可能会差很多，就是直接杀的话应该会差很多。办法用火，喂，借点火。其实我也有火把，可是我不知道火把能不能拿来打。The Athenian soldiers won't be so eager to fight when they don't get paid。
以耶，不就跟杰洛特一样吗？下面那两个人到底在哪里啊？来，已经被老虎抓死过了。在哪边呢？我暗道可以下去。要从那边。对啊，那是我来我去的地方嘛。然后怎么过去啊？从那边的路好了。他们发现你之后就不会。发现你就不会那个了，还是一样会攻击你。哦，另外一边呢？等一下，明明就只有两个人啊，为什么会有三个人？刚刚怎样？这招超好用的。这个刺客的急速刺杀，这样可以连续攻击两次。没有啊，那个是小兵，一定一次死吧？另外一个好像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什么？这哪是偷啊？要战争补给。还有，上面还有，没有，我没有迷路啊，我可以用丢的吗？可以。干！你稍息。
该做蛋。但我只是想要捡回来，马德。哎、欸。把今天这样特别显眼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呀，烧尸体！哎、欸，我这是捅他屁眼呢、欸。年年谢谢追随。他这是被我捅屁眼。原来暗杀就是千年杀。什么变态？没有，又没有漏什么。啊，什么都没漏好吗？在附近好像看到有一个任务的，包括先杀海岸的，在这里。得跳吗？人妹子很少啊，平民。接任务吗？这我可以招募他。还真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垃圾！看，我来体验不会死的，我先存个档。啊，没事。Is there something you need? I have a problem. 好黑哦。I may have stretched the truth a bit to secure a mercenary contract.It might be a bit of a bigger job than I'm used to, if I'm honest. How much did you stretch the truth? I told the Spartan commander I have sunk whole fleets of ships before. So he sent me after the pirates in the area. Pirates. And the Athenians. You haven't ever sunk a ship, have you? I sank one once. But it was my... 那真的是我的船。啊，好哦。So I have to sink the Athenian fleet. The horizon should be clear of ships once you're done.じゃじゃーん。Probably 九，谢谢追随。I'll help you. Please, get this done quickly. We're done here. 写在你的经历上。破坏雅典人的船。啊，又来了。我按了。
比起来怎样？你要比什么？傻精英狗，我不是精英啊！哎，一个掉下去。应该是吧。他们是不是太无聊？不要在你的船上面排吧，就往破坏雅典人的船。哪里有雅典人的船可以播？我还没玩地平线，秘境四早就破了，巫师三也早就破了，起源也早就破了。雅典人的船吗？我想应该是吧。Go go！ 好投影。Let's go！ 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啊？伙伴可以打得比我多啊！必须刷死所有敌人。哎，我的船员比我强啊！为什么打那么多？大炮怎么没装？Speed up!
as we can! Can't keep going at this speed! Done. Enemy can't fire at us! The ship is holding together!实际上，重新给他们这种重点就是，你也没有办法退后啊。讲的这么简单，海浪发生什么事？海浪看起来太怪了吧？都不打完。每次玩刺客教条，总是有一些人。Nice to see you, Commander. 因为我一开始玩起源的时候，把一个人骂到走了，呵呵。因为这不是古墓奇兵，神鱼也不会出现在海里吧。More speed! Keep up the speed! We're at maximum speed! Increase speed! Let's move it!Let's move!
因为我救了那个，这火也太秀了吧？怎样？他小，干！为什么我们的人这么慢啊？直接被砍到两刀就死了。跑那么远，真的很烦。干，船为什么要停那么远啊？你有困难吗？谢谢追随。不然那边不是有港口吗？为什么要停那么远？没有啊，前面好像有港口啊。我看到蓝蓝的，那应该是港口吧。停在那边看起来比较帅，不是重点，就是船的耐力一下就没有了。你看那边有港口啊，就干你妈！你这叫港口？停这么远叫港口？看才移动多少距离，妈的，这样都太快了吧！你也会合法被杀。
要把它点上去，要一堆资源。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护驾吗？那也太少了吧！传血也太多了吧。哎，白痴哦，怎么会有伤？看大船血太多了吧。八级，其他船也是八级啊。火箭可以射帆，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火箭啊。重点就是我没有火箭。点这个全部都要一堆资源。重点就是要游泳，然后又是你预约。我打，我当然跟他打。他就是游泳不能再快一点。才这样，可以点那个，而且还要钱，这一升级就要1000多，我钱才这样。
本是我没钱啊，资源抢抢商船可能可以，可是问题是我没钱。船战就没有特好玩。起源的船战还可以无损把剑弹回去。我当初不玩黑旗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船战看起来超级无聊的。登船了没？还在那边闹啊，下来啊。终于下去了。到底要不要溺死啊？
一条船只给我他妈六七块。不会太多，要打五个。我不是用暗杀，就他妈的超痒啊！棋可以暗杀，这个就不行哦。到底是我的人呢？为什么不见了？Ready when you are, Commander. Let's move. 到底是我的人呢？死光太废了吧？明显了吧？他射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红的，真太奇怪了吧？这哪看得出来啊？
直接把人撞走，我也没有支援阿小。我明明就有隔挡，为什么啊？啊，那我走刺客路线就很亏啊，傻小。本站有够难打的。Welcome back, Commander. More speed.判定时间短。哎，干！我刚刚就射，你他妈为什么不听话啊？反应时间有够慢，到底怎样啊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蓄力道我是用点的，我没有蓄力啊，我是用点的。Ready to fire at us! We're taking it!
damage from the flames! Attack with your spears! Ready your bow!烧到我这边来了，登船啊！你他妈还在冲山小？哎，你动作他妈太慢了吧！那我人物被砍三下就死了，有的时候是两下。抱歉，要五艘雅典船，海盗船还不算哦。那你到底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哇靠！你他妈跳过去就好了，不懂哎、欸。点诀窍，他们互相打起来，他们都已经快沉了，直接撞过去，当然就他就沉了。那艘也快沉了。
屁事哦！哎，我的人怎么又死光啊？真的很烦哎。告诉我为什么人一直死光吗？